你好，又是我 Aris 啊。今次咧又是带大家嚟睇 Belgrade Village， 但是今次我哋唔系睇 house， 系睇 apartment。呢个 apartment 我都是第一次睇嘅，大家入去睇下。相信大家咧睇完呢條片之後咧，都應該好中意呢個單位。咁我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呢個單位咧嘅特色啦。呢個單位咧係同隔離嘅 townhouse 相連嘅，以三層嘅形式，一梯一伙咁嘅設計。同埋咧，你睇到佢嘅采光度咧係好夠啊，因為咧佢有幾邊咧都係有大窗啦。呢一款嘅 apartment 嘅特點咧就係咧一梯一伙啦，同埋咧附送咗車位嘅。預計嘅收樓日期咧，第二期我哋將會喺24年嘅第三季，第三期嘅收樓就會喺25年嘅第二季。